弟子于未学佛前，曾将佛像碎片任意丢弃垃圾桶，把往生咒啊当纸钱烧，诸如此类的过失，应如何弥补忏悔？忏悔之法了，最重要就是后不再造。啊，那叫真正忏悔。不是说忏悔以后啊还造，啊，从前没学佛之前做的事情，那是无知啊。啊，现在明白了，啊，从此以后不再造了，这叫真正忏悔。啊，一心念佛求生净土，这就对了。啊，心里面呢，不要再有这些疑惑，这些疑惑了，对你是障碍，啊，破坏了你的清净心，啊。